我处对象有大招，既省钱又不费力，我的大招就是用眼神来试探。我相中一个女生，我就看不说话。你瞅啥？有病啊！她要是贼冷漠那种，我就不看了。她要是对我笑了，我就继续发大招，弯门盗洞找联系方式。我对她好，我可以在大街上给她系鞋带，也可以在家给她洗衣服。我之前两个对象都是靠看看来的，看对了就付出真心，但最终都是付出多回报少就散了。我瞅女孩，我会先看她的头发，要是长头发我就多看两眼。脸的圆的都无所谓，只要装不妖艳就行。那大眼猫闪闪的，赶我们家小胖条了。那粉底左一层右一层，跟刮大白似的。那口红涂的跟吸血鬼似的，高跟鞋这么高，走在地龙沟都省着弯坑点籽了。那都，那真是美不美一盆水呀、啊，卸了妆全是鬼呀、啊。我要找这样式的，不得给我哪吓好胆的啊？你说谁呢？七号婷婷，小伙，我想说化妆的怎么了？带出去多有面啊！不行，浓妆受不了。我像这浓妆还是淡妆啊？淡妆。他化的那是淡妆。淡妆吗？谁是最浓的？实话实说呗。实话实说。不带急眼的啊。嗯。二号。我怎么了？我是装淡是吧？嘴唇太红了。红点不好看吗？这我是舞台上，当然得红点了，漂亮吗？那也不棕啊，那不还有不红的吗？你看谁的淡吧，不能昧良心啊！啊，几号？五号。昧良心了，妈！哎呀妈，小伙你太有眼光了，真的。一号仔仔，小伙你觉得我的妆怎么样？没话呀！我不喜欢短头发的。对哥，这个短。县长也不赶趟，不行。县长也不赶趟，不行。县长也不赶趟，不行。你觉得就那个十号周哥那头发算长长的还是短的呀？长发呀。那你觉得他呢不呢？他回家不一定能呢。你咋知道呢？长头发都不能啊，长头发的都温柔。谁是全场最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就你那长发女神。那你这我估计你这含糖量太高，不是也受不了。那你就说我呢不呢吧，你就说我跟周哥俩呢，但是你含糖量高，我最起码撒娇号往上。不是我们一整合你这选择标准，感情我咋觉得你说的就是周哥呢？没有，长发还得不带加号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、啊。该温柔时候温柔，该烈点的烈点。那你觉得周哥算是不是这种类型的人？他们都说他老呢了，你觉得呢吗？他不一定能呢哪儿去，不呢。你试试。干啥呢？你说我干啥呢？那个，你就呢给我看看，呢给我看看。你谁呀？还要给呢，还给你看看，耍猴呢？不是，两口过日不可能说没事，你给我呢一个来我看看，不可能。那你说你那个两口过日子，俩人结婚了没啥事的，上去啪给一杵子，可能吗？可能。那你是昨晚没睡好？那是一种爱的表达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西安倍儿吧架脚踹是吧？我觉得看来还是你跟周哥的审美情趣是一样的，你类似吧。哎，你是不是奔我来的呀？
人呢？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喜欢那种类型，就是长发，但是外表瞅着一定要温柔。那我外表咋的？我没说我外表不温柔吗？温柔。但是你厉害。天龙啊，我是觉得温不温柔，看来对你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长不长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不管他性格是啥样的，反正长头发是首要标准。长头发给我的感觉看来，永远都是最温柔的。啊，最温柔的。对。啊，想找个长发温柔的。现在是场上16盏灯都灭了，接下来反转环节，爱咋咋地。我选择放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看到他的眼，他第一眼感觉看我不合适，就是永远这关都过不了。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要找的需要说找一个能读懂我的人，能理解我的，能接受我这个家庭的，然后我负责挣钱，他负责在家里照顾我的奶奶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心愿。我不能让我奶现在享福，但是我能让我奶安享晚年。好，我觉得奶奶要听到这番话一定会特别开心，也希望你梦想成真。 好吧，谢谢。缘分天使送给你，加油加油加油。